定是阴卦做的，你是目屎呀！天公咱也是白来将。林北第一次听到，只是问他一句：你的帽子是不是金子做的？不要两分钟。见面老会把恁百姓叫你三声阿爸啦，暗时啊带你去参酒家啦，搁请你啉蜜露汽水干啦，做生意的啦，你上班的啦，你创啊鬼啦，拢会当买。哦，买倒去，甲大富大贵。哦，敢听恁爸意思？原本恁某无爱做小二的，即摆逐工拢甲你讲老公我还要，你敢听恁爸意思？老公我还要。叔叔，这帽子是金子做的吗？烧了会发吗？你一定若是金子做，烧了会发。见面若会发，恁爸先叫你三声阿爸啦。暗时啊，带你去参酒家啦，搁请你啉蜜露汽水干啦。厝阁漏烧水，甲你洗脚，哎，这顶的是金纸做的，你是目屎呀！天公咱也是白来将。林北第一次听到，只是问他一句：你的帽子是不是金纸做的？不要两分钟了。坦白讲啊，生歹囝，生到种歹囝，歹囝饲白啦，敢听恁爸意思？哎，有当时啊，你拢饲一寡哈，自细汉啊栽培啦，互伊去补习班啦，读双语幼稚园了，阁去补习班啦，读名书你要好好啦。来个中医去开读大汉啦，大汉读完读研究所啊，研究所读出来了啦，拢咧度日子，拢咧度时间咧啦，真正无闲用语啦。哎，到底啊，拆开一下啦，只讲会晓念到社会无字，会晓念的啦，敢听恁爸说？然后见面出社会无任何社会经验啦，就是人咧讲即摆的草莓族啦，见面饲着这种哦，飘影啦，真正都可怜的，你敢听恁爸说？有当时啊，唔是讲要骂这个时代，唔是讲要同恁念啦，有当时啊，你这个时代来，真正听恁爸讲一下啦。恁爸是为恁好啦，迄有当时啊，唔好安尼啦。然后你讲受子啊，造受囝不好，就是咧讲这种的啦，迄唔好安尼想啦。见面若会发恁爸先叫你三声阿爸啦，暗时啊带你去参酒家啦，搁请你啉蜜露汽水干啦。哎呀！是大罐的、欸，你喝喝看，你喝喝看。不要，现在不行啊！这个红红荒唐哎、欸！真桶，真桶哦！这造型很酷，我要买给你，上班可以喝、啊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等一下，不是，我觉得那听起来不吉利。对啊。是吧？尝了，尝了，生日快乐啊！是不是已经过了？对啊，就是过了才送。Why 哦 ？Why 哦？祝你生日快乐！为什么是金门高粱？祝你生日快乐！哦，谢谢哦，赞哦！为什么是金门高粱？整桶，整桶哦！这造型很酷，我要买给你，上班可以喝、啊。哦，谢谢老板哦。对啊，喜欢吗？喜欢，喜欢，喜欢！为什么是金门高粱？啊！你把它打开看，对啊。我们不这种代志吧。等一下，不是，我觉得那听起来不吉利。对啊。是吧？哎呀，是大罐的、欸。高粱、欸。你喝喝看，你喝喝看。不要，现在不行啊。快了。不要啦。这整盘、欸欸欸，这整盘的呢。这个红红荒唐哎、欸。干嘛？哇，这很荒唐哎、欸。哇，你今天怎么穿成这样？穿成这样，很女生。就诡异啊。哪里有诡异？它这种高粱是用味道跟那个玻璃瓶装的有什么不一样？还不知道，我对高粱没有研究。我觉得内容物应该是一样。他说用瓷坛装的会比较好喝。有差吗？我不知道呗。你喝喝看啊。不要，你不要现在一直叫我喝。快点啦。好，谢谢老板，收起来。生日快乐。等一下，不是，我觉得那听起来不吉利。对啊。是吧？